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，我也传授给你们。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牺牲的，你们应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。晚餐后，又同样拿起杯来，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，应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。的确，直到主再来，你们每次吃这饼、喝这杯，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。上主的话。